没有啊，我们现在又有钱了。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有关系。干嘛？没有啊，那个是我们的好朋友。不是没人拿到钱吗？好像有五年呀。好了，管他，就要写我的名字的。对呀，我的身份证是哪个？忘了。然后才能关掉。没关系吧？你之后传给我，我再去。好，没事的。然后怎么办？这我忘了，我今天忘了带。没关系，那你做什么？啊，地址那里不是都行。好啊，那个真大的。我们这里最常停的就是不是这刚买的啊，真的啊，这我从泰国带回来的时候，我也想说哪个艺术家做的作品，我做的啊，在泰国做的，你看他是用泰文字的写，好难，难怪我看不懂，可是停了就没有用了，六十，为什么这样子？刚刚停，所以你出去一下，没有出去，好好，今天可以吃饭。我们两个人还没开始，还没开始，七点半。好的，那对不起，我原来就是我的书，菜饭店啊，走，我弄两光。那你可以去换一个电池了。好，七点半。好，我们准时开始上课了，准时。好，那个。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大家好。有电视。有，那个每个他可能接在家里的电视看，我们就有直播的。好，大家好，我是灿烂时光的张震。那我们很高兴今天是跟那个红楼诗社，对吧？红楼诗社合办，他们的人在下面，刚才叫你们那个签名缴钱就是他们的。那我们合作。这一场还有，接下去还有一场，啊，那之后也可能还会有继续的合作，他们会再邀请一些，够分量的，然后很有内涵的讲者来这边谈文学，就特别谈文学这一块。那今天的讲者阮和安，你刚刚看到我们就很熟，因为他常常来讲，那而且我也非常佩服他，他就是中文。非常好，所以大家待会不用担心。他本身是越南人，在台湾念博士。他对于越南的文学和中文和越南文的一些比较，我觉得有一些很深刻的，而且相对新的见解。他其实敢直播也很勇敢，因为他讲一讲就会骂那些老学者，所以。可能待会也会卡掉了，所以那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可能不在现场的话，就会有这种风险，因为他讲，有时候讲到他觉得他不能回国的话，那个就会把他卡掉。那有一些朋友可能第一次来灿烂时光，我简单讲一下，我们这有三层楼，今天楼上好像没有上课吧？我们三楼有一个语言教室，都会教东南亚语言。那二楼就是我们一直在办活动的场地。我们的活动主要是以东南亚为主，不过有一些，不是东南亚的，我们会来办。我昨天才敲好了两场那个西藏的演讲，就是一些我们觉得有意思，但是在一般的主流台湾主流社会不太有机会谈的题目，我会希望邀请这些讲者来这边谈。那这个场地有这个场地的优点和缺点，优点就是它很小。所以即使只有来五个人，看起来不会很冷清。那然后他其实也还不错，其实可以装到四十个人。我们这边有装过四十个人。对，都如果都让他宽一样就不行，可能是二十个人。那如果不用 PPT， 然后其实是可以挤四十个人。然后我们还有直播嘛，直播就有无限多人。
那也欢迎在座的，我看这边也有很年轻的朋友，听说有我们移民工文学奖的评审，青少年评审，哪一位？不肯透露了，还是你啊？好，就我也希望有来的听众，我觉得啦，就我们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他厉害的地方，如果你愿意把它分享出来，让你的知识、让你的经验跟其他人交换，我觉得都是很珍贵的事情。那这样一个场地，其实我们就希望它不要空着，一直在 run， 一直在 run。那我们一楼的主要是书，然后也是那个欢迎大家打卡的地方。我们这边也是一个国际级的观光景点，海外的旅客还是都会来这边，外交部、文化部都会带一些国外的学者、专家来这边打卡或签名。那我们的书是东南亚书，一部分是东南亚文字的书。那我们是有一个带一本自己看不懂的书回台湾这个运动，鼓励大家带书回来捐给我们。那这些书我们会想办法再给在台湾的东南亚朋友看。其实我也看不懂啊，德安也只看懂越南文嘛，泰文他也看不懂。可是台湾有很多东南亚的朋友，其实是可以，我们希望他们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的母语书。那另外还有一些中文书，中文书大部分是我们就是买新书进来，那是以东南亚这个主题为，以这个主题为准嘛，那我们的书的特色就是都是用借的，你可以用原价借走，听起来很奇怪哈，就是原价，这本书500块，就给我们500块，然后就借走。借走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拿来还的话，我们就退你500块，啊，或原价退给你，除非你没有在书上面写字。就是我们希望你有看这本书，然后可以做一些记号，挑一些错字，写一些心得，然后让你跟下一个读者在书上面做一些交流。如果你都没写字，我们就不退你500块。那你可以赶快写一下字。那你不来还也没关系，就是借虽然是借的，可是你可以无限期的借。只要在我们书店还在营业的期间还，我们都会退你钱。如果书店已经不营业了，就麻烦不要另外透过脸书找我，那么还是不会还你。就书我们有讲好，就是以书店打烊为止。那书店大概就这样子。那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活动，欢迎大家常常来。我们应该是全台湾书那个活动最多的书店，没有人像我们这样疯狂办活动。不过我们为什么疯狂办活动呢？其实也是为了活下去，就是两条路啊，一个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希望这些知识有机会交流，更多人参与，然后在这样子这个20-30人的场地，我觉得是很 OK。另外一个当然也就是，我们要想办法活，那所以请大家缴入场费。不过我们也不希望完全被金钱绑架。所以如果你缴不起入场费，我们一般的讲座是有这样的设计，就你不给钱没关系，那你就要写报告，就听完演讲写一篇心得，500字，随便写，隔天交。如果你觉得写500字不划算，那你就交钱。如果你真的没钱，你就隔天中午以前写一段文字来，那把你在这个讲座听到的心得感想，好或不好，就写出来给我们，我们会把它播出来。好，那我们的，请坐，迟到的就可以坐最前面。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我认识最厉害的越南博士，对越南文学有这个很厉害、很厉害见解的何安。好，请大家拍拍手。谢谢灿烂时光，还有洪老师12就是有帮我就是搬这一场因为本来是文学好像是比较少被邀请的，之前讲的都是历史啊、民族学啊等等的主题，所以呢有讲过一场是交传，所以是文学，那只有一场。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从女性观点出发的越南文学史，题目有点太大，
那其实呢，我们会从那个女性的角色啊去看，然后我们只看了两个智人啊，两个大的作家，一个是冷幽，然后一个是胡春香啊，这、就是一个男的写女的，然后一个女的写女的，就简单的说是这样哈。好，那首先因为大家就不太认识的越南文学啊，特别是那个汉南文学，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很简略的介绍啊。那请大家，我们先看这边的那个这边啊是那个中文字嘛，对吗？然后呢，看全部都看得懂吗？好，那这个是所谓的男字啊，那我大概可以念这一站，我可以念用背的啊，就是那个翘算的，我有学过，但是太难学了，所以就大概知道，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那这个是江南江高因为大啊，期待是美漂亮给你哦啊，就是第翘算的第一句啊。那它是那个六八题，所以这边是六，然后这边是八啊，那大概知道这样就好了啊。所以好，这叫做男字啊。那像那个朝鲜也是嘛，然后日本也是，也一样是学中国的汉字，可是后来就是发展自己的文字哈。他朝鲜是汉歌嘛，就来写自己的语言。那越南也是哈，我们用这种文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在汉字以外可以用的，用来记录自己的语言，然后创造自己的文学，写自己的历史。一样啊，历史也有，就是用男字写的，蛮多的。好，那我们看这个越南汉南文学什么时候开始？那大概是从第十世纪到第二十世纪初。那这段时间也是越南立国的，就在第十世纪开始，那就开始有越南文学。那之前有没有呢？之前也有，但是很少，或者是没有系统性的记录。那文字的话会用两种语言，第一个是汉字，然后第二个是南字。汉字呢第十世纪就开始用了，那南字呢也很早就有了，但是以南字来创造文学呢是要到第十三世纪。然后它这种汉字文学跟南字文学呢，他们的那个鼎盛的时期是不一样哈。比如说汉文学的鼎盛时期是第15、16世纪，然后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查一下，有一本书叫做传奇漫录啊，这个呢是因为它是汉字嘛，所以然后网络上都有，都可以看，它都是旧本的都可以看。然后图书馆也有，因为有一位叫做陈庆和，这个台湾的教授，然后大概第二1940年的，他就去越南的顺化大学，然后他变了，他校定了一套就是越南的汉文学，然后图书馆都有。那所以如果有兴趣呢，就可以去看一下。陈清河，他后清是哪个清？好像是金。查一下吧，然后打陈清河跟那个越南文学啊，他应该会出来。然后他后来是到香港大学，但是好像他是那个台湾人 ，OK。然后这个呢是被列为越南文学里面称它为天古奇笔之作，因为它是少数的越南汉文学的短篇小说。然后如果你们是学过中国文学，一定会把它是学中国的，一定啦，因为这个也是学中国的啊。但是呢没关系，就是我们会把它认为是我们自己的，因为在里面那
因为它的题材，然后它的文字会很容易让学中文的人认为它是模仿中国的文学。那这个呢，我一点都不惊讶啊，因为常常都看到，常常是这样子。然后我每次讲越南文学有自己的特色，那台湾的教授都受不了，然后都觉得不行，没有，你们是模仿的。哎，好，那再来呢，我们简单南字文学呢，的鼎盛时期是不一样，它比较晚一点，它在第十八、十九世纪。然后它的作品呢，我们有《敲传》啊，《敲传》就是这本啊，这本啊，我现在有带来，那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再来是这个、哦，不好意思，这个是宫苑迎曲，然后这种迎曲呢也是越南的一个特色，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应该有啦，越南也是学的啦，没关系。可是它的题材是不一样，它是7768的长篇，很长很长很长的，那我不知道是中国有没有，我没有去研究这个。然后再来是《正赋迎曲》，那《正赋迎曲》这个比较特别，因为它有两个版本，它第二个版本是还用汉字的，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呢就把它变成南字的，所以有两个版本。那你们想看的话，有汉文的版本可以看，那两个都是绝作，都是绝作，都非常好。然后再来是一个啊，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胡春香氏啊，胡春香是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这我们会看他的氏。那今天呢，我们大概会讲这两个哈。那胡春香呢，是在越南文学里面被称之为南氏主婆，对，南氏主就对了。南氏呢，就是没有人可以写得过他，他就是第一啊。然后他是一个女人，那是。然后这个称她为南氏主婆呢，都是男性的文学家，就是称她为南氏主婆。那我们等一下呢会看她哦，她的氏有多厉害，被你的整个文坛呢，整个世坛呢就称她为第一位的。好，再来是我们看一下那、汉南文学的在东南亚地区。越南的汉南文学在东南亚地区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其实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就没有一个国家像越南，就是受到汉文化、汉文学的影响那么明显。那其他像泰国也没有啊，对吗？泰国其实是从那个南中国迁移过来的人还蛮多的，但是它的文化上面是没有受到中国的汉文化的影响深。哦，它是比较南传佛教的，嗯，还有印度教的哈、哦。那所以呢，可以看越南是个特例，因为它呢地理位置呢是在东南亚地区，可是它的文化这个脉络呢，竟然是跟中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常常在文学题材、思想哈、哦，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影子。所以呢。中国的学术、中文学者的评价，对越南的评价呢，常常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模仿中国的域外汉学。那大陆是用域外汉学，台湾是没有这个，但是呢，模仿是公式的。然后，我最近上一个礼拜有借到一本，就是《东南亚文学概论》，是大陆出的，去年出的。那他把那个越南文学哈，不只是模仿，还把它列为世情文学。刚刚我们那个这本就是我们的绝作嘛，色情文学，世情世情，这个世情文学、啊，然后我看到非常火大，虽然不知道是世情是什么，赶快去查，然后非常火大，然后这2016年出的。等一下我们看俏传，那大家应该可以了解我为什么那么火大。那所有的成就呢，所有越南的文学的所有成就呢，都基于中国汉文学的源头，反正这个是中国人的评价。那越南人呢当然是不以为然，因为
月亮是在东南亚地区，那我们一定是会有本土的，我们有自己的语言，就是南字文学嘛，我们有自己的思想，我们有自己的国家，所以呢理所当然我们按常人的推理就知道了，那有汉文学像朝鲜也一样嘛，像日本一样嘛，他就有学汉字吗？有学中国吗？日本还主动去学呢，那越南是被汉化嘛，但做日本还主动去留学呢，但是呢还是一定会有他自己的那个特色在啊，精神在。那这个庆神什么，我们等一下就在敲砖跟那个胡春象的事里面大概可以帮大家了解一二。好，那我们到这里介绍呢会有一个问题出来，那如何认识越南汉南古典文学如果如何说白话一点，就是如何可以跳开这种模仿的诗情小说的这个偏见这个偏见，因为我真的很不爽。好，那再来我们介绍一下越南古典女性文学只是给大家一个概要。那女性呢这个角色在越南文学里面很早就出现了那第一本出现的是《岭南志怪列传》，那这个一样是汉字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查得到。然后陈静和也是帮大家校订的非常的仔细。那在《岭南志怪列传》当中呢，它是志怪嘛，就是一些奇怪的故事。但是我们里面可以看到女人，是很非儒家女人模式的。因为里面的女人呢可以自由恋爱，虽然她的故事会藏在什么妖啊妖女啊精啊妖精之类的，但是她是个女的妖女的女鬼，然后她们呢会可以自由恋爱，可以自己商机啊去会友啊然后买东西啊，就自己弄，就是完全没有约束的，有可以自由活动，然后她们就主动追求了那个喜欢的对象。那这个其实在第十四世纪呢是非常少见的，如果你在中国的文学里面，就是我们说儒家社会里面就非常少见的女性可以被允许那么自由的。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十四世纪之前呢，越南还是一个以佛教禅宗为主的国家，而不是儒家。儒家呢一定要等到第十五世纪第十五世纪才把那个孔学啊儒学啊当成我们的正统。那慢慢呢女人才被约束，来就是按照的孔子乐的这一些教导才被约束的在第十四世纪之前其实越南女人是非常的自由的。好，那我们到第十六世纪呢，另外一个刚刚我们说的传奇漫录里面，那一样女性的形象是多样多变的，她有幸福的女人，有娴熟的女人，有破格的女人，就是在儒家的这个框框，道德的这个框框里面，自外的女人有破格的女人，有放纵的女人。那总之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她们还蛮自主蛮自由的，这是文学里面所呈现的女性形象。那到了第十八世纪呢，那我们会看到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是大量的作品就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然后这些作品都很长，它的那个不管是敲呢，敲3000多句嘛，然后这些呢都非常的长，都以女性的为主角，然后它的作者都是当然是儒士嘛，是男士。那我们先看在敲传里面呢，我们有才情薄命女人，在宫苑吟曲里面我们有与幸福隔绝的女人，
在宫廷里面的那些嘛，就是一辈子你没有看到皇帝，也不能嫁给别人，也不能交情郎的那些人哈。然后丈夫迎娶里面是孤身私夫女人的先生，然后特别是一个胡春相的事里面，我们等一下会详细的讲哈，他取笑的假君子，假面的君子，然后批判逼迫女人的社会观念啊，就是那个孔教的道德，然后为女人的幸福发声，打错了，是声音的声，不好意思。那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体，那叫做男士传体。这个体是什么呢？那就是用士来写故事，来叙述，但是不是中国是那个小说嘛，是这个是用士啊，而且是越南的六霸体或者七七六霸体来写士，是长辫的士穿，是男用男字的，是女人为主角的，然后作者呢是儒士文人啊，儒士文人。那这里可以有署名，可以有阙名。署名呢就像这些红字的我们都知道是作者是谁，但是我们有大量的非常之多的匿名雀名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那时候呢很多人很多学儒的学念书的人，但是他们去考试呢就落榜了，所以他就回那个村庄，所以他变成村庄里面的知识分子嘛。那但是他为女人写故事的这件事情，其实在儒家的观念里面不是一个光彩的事情，是第一。然后第二呢是用男字比 没办法比用汉字来创造文学，汉字什么是 luxury 的，是高级的，然后男字呢就是然后呢长日的，是低级的，相对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大量的男士穿呢是缺名的，没有署名的，好，是这两个原因。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男性的儒士文人啊，这是越南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然后甚至他们为什么没有把以那个男性为主角呢？全部都的男士穿哦，都把女性为主角做，然后他的那个量非常多。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查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这些男士的文人，男性的文人，他们化身为女人的角色来为女人发声。又打错了，不好意思。声音啊，因为我用拼音打了，常常就跑错字啊，发声。那然后这个是一个越南文学的特色。然后这种男士传呢，或者这种士传呢，其实在是越南这个特色，然后中国没有，中国是直接写小说啊，越南就不擅长写小说，而擅长的是这个士传体啊。那好。这是为大家就是对越南文学就有一个基础的认识。那我们今天会讲两个啊，第一个是敲砖，好，那第二个是胡春香。那敲砖呢的作者是阮攸啊，然后胡春香呢的作者就是胡春香，然后一个是男性的作家啊写女性的，那一个是女性的作家写自己女性的形象。那我们看它会有相同或者相异的地方。好，哎呦，打错了。OK， 我有关敲砖呢，我上我有讲过一场啊、我有讲过一场了，所以这一次呢就会简单的我那。现在不能简单，因为也是很要尊重我们的听众哈，有很多好像是没有听过的，所以我会讲，但是如果大家就是想听比较详细的话，那就可以上那个 YouTube 来打一下，好像是有上传上去。
那因为越南跟中国的长期的爱恨情仇嘛，所以谈越南文学呢就没办法，一定要把跟那个中国文学先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没有讲好呢，越南文学就变成模仿中国文学啊。那我为什么带这本而不是带中文翻译本？有六个版本，但是我没有带了，因为我认为他们的中文翻译都不好啊。那等一下就说为什么不好啊，所以我就用这个这是2015年的特别就是纪念阮佑这个作者的。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它是有南资有越南文，那等一下会秀给大家。好，他现在秀好了，没关系，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看找一下这个，打这个 Non Foundation 的这个网址哈，那我们可以找到The Tale of Gil， 就是敲砖。那它有解释有介绍，有作者的介绍，然后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我在点的这个是这个1866的版本啊，那它会有原稿，然后这边有这是南资，然后现在是现在的越南资哦。好，那下面还有注释啊，做得非常的详细啊。那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去看。然后这个呢是谁做的？是美国人做的哈，非常的羞愧，越南人做不了啊，这个是美国人帮忙做的啊。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这边。好，那为什么要先讲敲砖跟青云敲砖的关系呢？敲砖是越南，是阮佑的作品，青云敲砖呢是中国的才情佳人小说啊。好，所以我们先看敲砖呢是越南四传的杰作，反正越南古典文学的第一名就是他，就是他。但是呢，我刚说的这是在那个东南亚文学概论的那本书里面敲砖呢被列为诗情文学啊，是一个非常低级的，这不算低级，但是是他你大家可以上去查一下诗情文学的那个定义是什么啊？那就会看到是他把他列入诗情文学，是对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侮辱。好，再来，是他在越南呢家喻户晓。你问的任何个越南人，他一定会可以告诉你至少两句那个敲砖里面的诗句。我这个是可以笃定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小学里面就有了，然后中学也有，然后高中也有哈，至少呢就可以讲了一两句。然后它是六八体，六八体是一个非常容易记住的一个试题啊，所以从精英阶层到平民的百姓呢，它都是床头书。那对像平民百姓的话呢，他就是他们就背起来，他3000多哈，我妈妈就常常背起来。我小时候呢，他是把这个当作我的摇篮曲，但是我没办法把3000多区都记得哈，但是他现在还可以，他非常佩服这一点，就佩服这些婆婆妈妈。然后再来在国际呢，它是阳明国际。那到去年我在同期的时候，它是翻译成20种语言，至少呢共有60多个版本，这其中呢英文跟法文的版本最多好像是十几个版本。那我们有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作品而已，就为什么翻变成英文的十几个版本？那是牵扯到他翻译不容易的这件事情啊，因为文学大家知道吗？文学是多层意义的，文学不像哲学，也不像历史啊，也更不像法律嘛，所以呢它是多层意义。那也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中文翻译有6个版本都没有一个好啊
所以呢，可以说它是世界文学的杰作之一，那它也是越南文学的骄傲。它是，那我们看《清明孝传》呢，我应该要快一点哈，不然我就会拖时间。《清明孝传》呢，它是中国明清章回小说《才子佳人》的模式，然后，作者是清新才人，后来金生汤也为他做了一些评语。但在1972年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人知晓有这个小说，就是说在中国文学史里面，它没有被提名，那没有列入中国文学史，那您就知道它的地位一定是并不高。那它为什么被中国人重新把它拿出来呢？是因为翘传，因为翘传太有名了。然后呢，中国学者发现，哇，这个翘传是其实是取信于取材于那个清明中国的清明翘传，所以才去找回来看。那因为跟翘传的这种关系，所以才重新被中国人关注。那所以呢，它不是中国人认为的杰作，那因为没有入中国文学史嘛，就是代表这是一个标准嘛，哈。好，那就是这两个的不一样。那我们看呢，翘传呢，它是等于越南文学，它是等于越南文化哦。它不只是一个文学作品啊，它是等于越南的文化。比如说呢，1924年有一个越南的学者非常有名的叫方崇，他是认为。翘传还有存在呢，我们的语言就是算存在，我们的语言存在就是我们的国家还存在，对他的极高的那个评价，那你知道吗？就他是等于越南文化。那1942年呢，小松青这是日本籍的学者，他是认为想要了解。安南人啊，当时那时候法国人还是叫越南为安南嘛，所以想要了解安南人的灵魂，必须读这本书啊。如果呢，所以呢，我们大概今天听完这一场呢，可以算啊，大概了解越南人的灵魂了哈。OK， 所以这是给他非常高的评价，然后特别是把他呢，就跟越南的文化连在一起。然后在越南，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端肠兴盛。它其实一开始呢叫做端肠兴盛，然后后来呢就是把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清明教兴传，反正名词很多。那它的这个跟中国小说的这个关系呢？其实不是特例。那比如说我们举最有名的英国文学的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的哈姆雷特嘛， Hamlet 的这个，那大家去 Google 一下 Wiki 一下就知道，它不是 Shakespeare 的原创，它其实是从那个 Saga， 就是很多民间小说里面，后来呢在 莎士比亚之前呢，至少有两个剧本啊是写哈姆雷特这个主题的啊，所以这一种那但是我们都没有把哈姆雷特是不是真的全部都是莎士比亚的作品的这个问题拿出来。但是在翘传里面呢，特别是其实越南人就没有需要那个知道清明教传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原作是什么，越南就不顾这个。但是他中国人是非常的重视这一点，因为这个他们就可以证明说其实敲战的成就呢的价值呢是基于中国清明教传的作品是商所以就是说要减地的那个阮佑的创造，所以就是有根据可以把它列为世情小说的我推断了来，那我们看一下翘传呢，
他的名称啊、原名是段长兴先生，那其他有其他名字，是敲钻，那就是我们民间常用的啊，越南语叫做卷鸠啊，卷鸠，英文是 the tail of 鸠，反正有我们有一个人叫鸠，然后青云敲信串啊，青云敲信旗等等非常多。那它年代是在大概1814年之后。啊，越南啊、语言是用越南语，文字是南字，然后文体是狮砖，然后它的饰体是六霸体啊，刚刚给大家看的哈。那它的饰量呢是3254去，那、啊、这个 wiki 都有啊。那这个数字呢，它是青云中国的青云敲钻的1/6而已，因为那个是长篇小说嘛，章回小说，这个是饰体，所以它是量上不一样。那的故事提要，因为啊这太长了，所以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提要。那第一个呢，崔翘这个人啊，是有两个姐妹啊，是王崔翘跟王翠云，这两个姐妹是才貌双全的女子，然后她的家世非常非常的好啊。那在清明节哈，所以敲那遇见了金钟啊。等一下，我断一下。那王翠翘这个故事呢，其实在《明史》里面有记录，他是正史的人物啊。所以呢，大家就如果好奇的话，查一下明史就有了啊。那好，我们再来是在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就去踏青嘛？不对。就去扫墓所以呢，然后回来的路上呢，是巧遇的一个书生叫做金仲，所以啊，金仲呢就看到翘呢就一眼一见钟情，所以呢啊，还刚好他是跟翘的弟弟是同门的，是认识的，所以他就找到翘的家的隔壁去住一个房子，然后呢两个人就隔了一个梨而已嘛，所以就偷偷的传情了，然后也是有诗约啊，有就是反正就是种种都有 OK 再来，他是要因为要回家，金仲要回家奔丧，然后他叔叔过世了，那他们的约定是在回来之后呢会正式的跟父母提这件事情。那这段时间呢，敲在里面就加变了，就是有人会嫁祸给他们，所以他父母呢，敲的父母就有被关起来的这个危机。那敲呢是想要卖身啊，换取的一笔钱，然后这笔钱会交给官府，把他父母敲回来，救回来，然后他敲的15年啊。跌宕起伏的人生就是开始了啊。还有那一个，那他离家之前呢，他跟金仲的那种誓约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不是有个妹妹吗？所以他就托给妹妹青云翠云会跟金仲啊，会替他跟金仲就是续这个情愿的啊，这个誓约的。那翘呢被卖到修婆青楼，然后他遇到了书生啊，反正是从容很长嘛，我就是给一个概要啊。其实这个呢，大家上网 wiki 中文都有哈、啊。然后呢，他有一个欢姐是书生的大老婆，所以他呢就是他的那个粗心大发，然后把那个翘呢，就是把他抓回家当奴啊，为奴。那书生回家之后呢，看到他的情人，他的小老婆现在变大老婆的仆人啊的仆人，然后两个人一个在坐上面，一个在下面，然后不敢相认哦，这种情景。好，然后敲呢？是啊，后来是翘就很害怕这个大老婆，所以就跟他说：“那你可不可以让我出家？我在家里面的那个观音阁里面休息。”可是那两个人还是偷偷的传情，
然后就被那个幻姐就发现了，所以俏就想说啊，完蛋了，我不这个不逃了就不行了，所以呢他就逃走，但是这一次呢也没有没办法脱身，他呢再一次遇到另外一个人，然后以为是好人啊，结果又是坏人，所以再一次呢被迈入了台州的青楼。那在这里他就遇到了徐海啊，徐海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哦，那大家可以去查。那徐海呢是英雄盖世，那所以他就把俏啊赎身，还帮俏呢，就是把他之前害俏的这些人呢，所有说把他抱怨啊，就让那些人都是头破血流的死掉这样。那再来是俏呢。但是徐海就被胡宗宪，胡宗宪也是一个真实人物，胡宗宪是官啊、是朝廷的官，徐海就是算贼嘛，海贼，就地方的贼，虽然是英雄，但是是贼的英雄，所以呢，他是有被胡宗宪呢杀掉，那所以翠笑呢落入胡宗宪的手里，再一次被践踏，所以他这次呢受不了了，他决定跳钱塘江啊，非常有名啊，就跳。可是呢，没办法，死不了，还是死不了。这次呢，有一个人叫做绝缘，这个尼姑把他救回来啊，所以他再次呢就进入佛门。那这次呢，到这个时候啊，金仲就回到的翠苑啊，娶了星云，然后翠教的弟弟也是考上了。考试好了，所以那两个人都是当官，所以家里呢反正环境越来越好，所以他们想说去找那个大姐，就找崔翘回来，然后呢真的找回来，然后结局就是大团圆。好，大概故事这样，可是呢里面的曲折非常的多哈，我只能讲到这边，不然会已经拖时间。好，那肖战在国际的传播活动呢刚说嘛，他是法文有13个版本，然后很早很早就那个翻译了，1884年就开始翻译了，那英文有12个版本，那大概63年开始，那中文有6个，日文也有5个，那他比较有名的是这个人 Michel Cousteau 嘛，他是花了25年把俏传翻译成英文，然后 Nguyễn Văn Vĩnh 阮文勇，这个是越南的学者，他花了28年就是完成的，一直改一直修就对了，那个法文的译本。那我们在这里是可以看到哈，俏传是深受了世界的关注，然后他很不容易转载俏传里面的清水，所以才虽然是非常普遍的语言是法文跟英文，都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才把它就是翻得出来。那中文呢，我再次说，大家可以注意把它买回来，我至少有3个中文的版本，但是都没有一个我觉得是好的。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这些译者呢都按照他们懂的来翻译，那他们懂的那只有一种一层意义，对不对？但是文学的原文就是很多重意义的。然后我们知道文学跟哲学的差别在哪里？文学是用具体的形象，哲学是用很抽象的议题。那具体的形象呢，我觉得可以要翻得好的话呢，就是尽量靠近原作的这种具体的形象，然后呢解读的话解释的话就这个工作交给读者，但是中文的译者呢就是沾了读者的这个解释的 interpreter 的这个工作了，所以是给读者只有一种了解，而不是多种意思的原文本来含有的这种多层意义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翻是不成功的。那我是很懒，本来就想说哇有那么多就用他们的翻译就好了，但后来学的不行，这样翻的就不行哈。那在越南呢就翻如果中国有一个红学嘛，《红楼梦》的，那越南有一个叫做翘学，
啊，非常的多，有很多人一辈子呢只专攻了敲啊。然后呢，敲呢在越南文化的生命，我们刚上面说嘛，敲就是越南的文化，它不只限它的生命，不只限于文学，不只限于文坛，它就是在越南生活里面啊。我们看它是田里歌，它是城边书，它非常多的文学延伸活动。我们有融敲，我们有猜谜敲、对敲、圈敲、平敲、房敲、敲虚，就是微敲写继续最后一期的，而且还有很多版本，然后教书，反正是一直帮他做住的。然后我妈妈呢，她说大概1970年代，我妈是当老师的，所以呢他们晚上那时候北越是非常没有娱乐活动的啊，北越还是在那个共产争权，然后再跟南越打战，所以他们呢有一个娱乐活动，就是晚上那个老师们就聚集，然后开始那个咏敲这样。然后就有特型是什么，有一个人就抢跳了一端，然后周边其他的人就开始评，然后开始评啊什么意思啊，我听他说了，就没这个就没有听我妈说的哈。再来是文学延伸的活动，比如说就是跟文学没有关系的，下面这个还是有关系啊，下面就没有，比如说鼓敲啊，敲呢可以当做一个来算命的，那我等一下会架了一部分，就是把敲跟塔罗牌啊，这个其实这不是我的发明，这去年是我老师发出来的，也是第一个越南人，也是第一个把敲跟塔罗牌连在一起哈。那我们等一下会看了几张。那画敲呢，敲的逆读啊，别就是顺着读嘛，所以就逆着读也变成一篇。然后敲去敲个交，然后在交击中就常常的把一句话拿出来，然后在敲的电影敲的术法就多得不行了哈。那人物的民间象征代表啊，敲里面的这些人物呢都变成了这种人在生活之中的一个代名词。好，比如说我们偏情男，我找一下偏情男，偏情男嘛，那偏情男里面叫做除青，那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敲，哦，那个人是那个家伙啊，除青，就是知道他是偏情男，或者是说啊，我真的倒霉遇到一个厨子，就是要骗被人偏了情了哈。那或者是我们不是这个刚不是有幻节吗？初心大发的这一个幻节，就是代表说他是嫉妒你，所以说啊，那个我老婆哈，幻节就是我老婆那个很会嫉妒的。好，那这些呢就是都变成越南语言里面日常语言里面的一种词汇。好，那您就知道它是多深入越南的文化。那在文字进敲里面的文字也进了日常用语、成语、民谣啊，就是这些，反正它把窍里面的一种说法变成我们常日用语的一个说法啊。好，再来，它是外教活动，这个大家应该会比较有兴趣。比如美国呢去的总统有三次嘛，两个总统一个副总统去越南，那每一次呢他们都会用一区窍里面的一区六八来形容当时越南跟美国的一个关系。他们说Bill Clinton 嘛，就去越南是第一次破冰的时候，他就是说啊，圣诞过来的花手在眼眼冬的山村，就是啊，春节的就像那个莲花已经落了啊，但是借着呢，菊花就会开。我的愁是长的，我的每一天是短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冬呢就接着过了春天了。那这意味什么呢？就是以前就在这破冰之前嘛，美国跟越南是没有关系的，那但是呢
现在就是新的一章的开始，现在是菊花开的时候，现在是春天来的时候，那用得多好，对不对？那就是这些啊、这个我们讲那么多的一段，那 Bill Blender 就要讲那两句，那整个月呢都是就感受得到这种气氛了啊。那或者是我们看那个奥巴马去越南的时候，整个越南就疯掉了。然后他在演讲的时候是用这两句啊，让江南公子来过丁暖，抹出美男衣，就是我们的百年的这种关系，从现在开始算。然后呢，我给你的这个新物是一点点而已，但是代表我这种关系的一个保证。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金钟啊，教那个新路给吹敲的时候就用这两句。那现在是奥巴马给越南的就教那两句。好，那大家可以去查，是网上看这一次的演讲，他讲了这两句话了之后呢，整个台下的越南人就非常可以有一个共享，就非常体会到他所要转达的这种意义。我还在想太多了，好，不要快一点。好，我们看纪明翘和相声在日本啊，因为台湾这对日本非常熟悉，所以呢，我特别的这个应该讲一下。日本呢跟越南一样，也是知道中国的清明交串，所以清明交串就是中国的哈、啊，很早就是传到日本，18世纪。然后日本是跟越南一样，也是就是从这个原著呢，就是延伸了自己的。然后日本呢，比越南做得更彻底，他是创了通俗金云窍用日文哈，然后再来是风俗金云传。然后他做得多么彻底呢？他人物、空间、时间全都日化了。像越南还是用一样嘛，王吹娇啊，什么是一样，故事一样啊，钱塘江嘛啊就不改了。但是那个日本呢，做得很彻底，全都变成日本了。就可是呢？这个在日本没有变成日本啊、没有受到日本人的多大的关注，很快就被遗忘了。所以呢，在1972年呢，小松津这个人他开始把越南的翘传翻译成日文，然后现在有5个版本。然后他其实小松津在啊没有不是他是竹这个人哈、哦，就是。翻了两次啊，对，这两次隔了10年啊，所以就我们可以看到敲钻对日本人的魅力哈、啊。那这敲呢，在日本的这个、案例里面，所以明显的敲钻会跟青云敲钻的对日本人来说是很大的差别。不然呢，他们已经有一个自己2个版本了，干嘛还要去那个翻越南的，对不对？好、啊，所以。啊，竹内鱼自助他就说呢，敲钻已经将青云敲钻脱胎换骨，而不是翻译，更不仅是再造啊，这是日本人的评价。哎，但是呢，中国学者呢，反正不鸟日本人啊，一样就是说敲钻是模仿的啊，这是日本的青鱼胶啊，青鱼胶不是青鱼胶。好，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网络上都有。那我们赶快去进入那个敲钻。敲钻的文学价值呢，我认为在3个层次啊。第一个是语言，它是非常性感的越南语啊，用性感的，我有跟老师讨论过，那用性感的就比较对，越南语是一个非常性感的语言，非常性感的啊 ，erotic 啊，非常性感的语言。哦，等一下。取一个民谣啊，好，最后才有一句民谣。那他，越南的民谣非常的性感，他其实跟那个试镜的性感的程度是有差很多。是试镜什么苗条淑女、君子豪球嘛，一点那个性感在里面都没有。但是越南的民谣就是充满的性感，然后这种性感呢，就是。进入了敲钻，所以这语言，但至于语言这个层次呢，大家应该是没办法体会的，除了越南人或者是学过越南语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会把这个就是先各一遍哈。再来第二层呢是它的叙述，
如果是原著《金云娇》的中国的小说里面呢，是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个人叫做王崔娇的人生故事。那在《敲诈》里面，它变成一个人生剧场，有看到差别吗？哈，一个个人女人的自己的故事，然后这被概括成那个人生的剧场，所以它是人生剧场嘛，我们才可以把它拿出来算命。OK， 来再来第三层就是他的思想，啊，他是有一种透视的悲感在里面，然后这种透视悲感呢，我可以跟你确定，您在原著里面决定没有找得到。那好，那这是三个层次，但是我们呢只会分析一下一跟二。那一呢，我们会读一段，我们看一段，然后思想呢，我们再看一段。啊，这是敲诈，因为其实时间是不够的哈。那我们看一下，在叙述里面，为何说它是制造了一个人生的剧场呢？啊，我这里是特别做《青云角》，就是中国的，这是越南的啊，做一个对比。比如说，在叙述的目标上面呢，《青云角》里面是要圈善惩恶的故事，那越南是一个情深义重的故事。那这两个都很明显的把它提出来。那在描写对象的时候呢，这边是日常的现实，那就很诚实的把它描述出来，因为它是虚实的嘛，啊，外情的现实，反正就是总有个很现实的表现。可是俏呢，它是注重在心理的现实，心里面的那种现实，而不是外表外情的现实，然后内在的这种现实，反正就是人，这些人，比如王崔娇呢在真假啊，现在家里就是有这种变化呢，父母要过被关进牢里呢，我当长女呢，我怎么办呢？那我如果把我卖掉了，我救了父母，那我跟金钟的这个誓约我怎么办呢？那这种挣扎呢，在敲诈里面是做了淋漓尽致的啊。然后我们在青云教就看不到。好，再来是叙述的内容，它是一个人的人生历程故事，这个人叫做王崔娇。那在这边呢，它是人生宿命啊，人生命运的故事。那一个人被丢在那个事件里面啊，他的命运是如何起伏的啊？好，再来，我这一个一讲就错了。好，人物呢是单向，啊，是多变三变啊，多样的性格。这边是一成不变的，这边是多样的。那叙述观点呢是单声的，那这边是多重声音的啊，有敲讲的，有他其他的人也是。同时的发生，就讲他们自内在又怎么变化的。那叙述的节奏呢，这边就很冗长，好，我一起就讲的不太顺。 OK， 然后再来是比较很轻快，因为我们刚刚说嘛，它的量是这边的六分之一，所以它很轻快顺畅，长度是为金的也六分之一。但是呢，这六分之一当中，就是三二五四句当中，只有一三句是根据金版就原著的意思一样，那其他的1942句则是阮攸这个作者所创造的啊。这个有人很细心的把它算出来，我没算，所以如果错的话也不是我的错哈。然后再来是描写的自然情色呢，这个当作背景啊，这边就不一样哦。自然情色的变成一个另类的人物，跟其他人物一同分享内心的情感、心里的忧伤。然后9个地方呢，原本是没有描写自然景色的，那这9个地方呢是阮攸把它加进去的。然后叙述观点呢，它是注重情节啊，描写行动的细节，这边就不聊这些了，它是注重创造所触动人心的言辞，因为它是诗嘛，这边是小说，还有差别。那我们总结呢，可以
可以看到《青云教川》呢是一个人所经历的故事描写，然后这边的叙述呢是人在沦落宿命当中，换句话说它是描述的一个人生的剧场，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在读敲砖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影子在里面啊，所谓的人生剧场是这样。好，我惨了，还会来不及。好，我们赶快讲到上次讲翘转讲了三个钟头啊，翘转与偷视倍感哈，我们是倍感是什么呢？它出现在所有的文章里面啊，所有的文学里面，它就是人对人生无常不停变迁的这种感触，它也是对啊悲的一种美学。那对文学来讲哈，无常是一种美学，虽然是无常，虽然我们是给我们很多痛苦，可是它是美的啊，就是叫做悲感。然后阮佑呢，阮佑的悲感也是我们认识人生的方式啊，他就说在刮某国北周永柳中腿满刀人浪啊，我或者是在另外一边他就说城市百年开颜梦，或者是在另外一首诗是叶落花开眼前事，事实心惊之如如啊，这是他的汉字的诗啊。所以他在那个阮佑的诗里面的作品里面，那么这种悲感呢就是常常会看得到。那这种悲呢也像人生一样多样，无数的悲感，无数的变化。好，那 OK， 那悲感呢，我刚说嘛，任何的文学都有这种感触，那它在不同的文学里面有不同的名字。那我们最熟悉的是日本嘛，日本是雾爱嘛， Mononogatari 啊，是最熟悉的。那其他的还，那阮佑呢他会用文中这个词汇来表示啊，文中就是很切然的看，看什么呢？看这种世界的变化，而且我们看不是用眼睛的看而已，他用整个人来去透视这个世界啊。我们一般的人用眼睛看而已啊，他看的是不一样，所以他就说很切然的看啊。那或者是我比较熟悉的是这个 Orhan Pamuk 嘛，这是一个现代的文人啊，土耳其的。那它里面它是用 Huzun 那这个字，我比较喜欢用优容这个啊，因为它比较像元音。好，其他的不谈了，因为时间没有。OK， 那我们看这个这一段，这样的是讲。这种透视悲感叫做稳重哈，那我们啊，我翻成切然的望啊，望就是看的意思。那其实呢，稳重它只是举这个词与越南的歌谣，越南歌谣非常多这种稳重。可是呢，比如说他就说啊，有一个女人就是嫁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呢，她。每一次黄昏的时候，他在那个家的后方望着他妈妈的故乡，然后想着妈妈，不知道呢，我现在我老母亲呢在家里没有人照顾，没有我亲自的照顾，他不知道会怎么样，然后他就用这个稳重。好，反正这种稳重呢在越南歌谣里面非常的多，所以这但是啊进入了阮佑的笔下呢，它是有多了一层啊，我刚说的嘛，透视的悲感，而不是我们常人啊，每个人都可以有的那种忧愁啊。它是因为，啊，我们好，我讲太多了，我再看一下，那大家可以看那个翻译，这是我自己翻的啊，那我念这边好了，大家听一听哈。哦，我应该需要那个钟，不然我就会超时，然后胡春香呢就讲不到。OK， 啊，稳重。8:40。残了，不行。啊、哦，好，那就请把它拍下来了。好，我们讲最后一句好了，稳重，绕滚麦静，点手。
给我关给我，这是什么好时候呢？这个是呢，敲呢刚被送到青楼，然后他因为被骗嘛，所以他坚持的不接客。好，那个秀婆呢，就是那个妈妈嘛，就是叫他去一个叫做宁碧楼，宁碧楼知道是楼嘛，就是在那个江的旁边。然后他坐在楼上呢，看到那个他的周围就是嗡嗡的逃生，在他椅子的周遭怂恿着啊，这是真实的那个波浪吗？哎呦，可是他同时是他坐着的时候，不知道他的前面是什么，好像是感觉到他的前面都是这种淘淘嗡嗡的那种逃生，反正前面就没什么好的这种预感啊，都不知道，但是有预感。然后我们刚说嘛，所以呢这边的自然景色变成一个人物啊，我不能讲太多了。好，那大概呢，它是个人的悲愁，它是人间的悲愁，它是阴暗的预感，但是这种透视悲感，它同时也是从悲到暗的这种过程。然后呢，观看了人生的沧海，的眼镜是悲的，但是从不是绝望的，它的稳重的这种透视时时向往的平安的天机啊。好，它是有点像那个日本的啊，我不能讲太多了。我跟那个物哀比一下，就大家比较有一个想象哈。物哀是，我怎么讲啊？那稳重是比较沦落的身份，那物哀是比较潇洒一点啊，就是莫诺诺嘎在日本的比较潇洒一点，他那一种忧愁的成分比较小一些。不能讲太多了。OK， 在这里。好，这个是所以呢，他阮佑的透视悲感要怎么形容他的透视悲感呢？他是阎浮六合，心观前九。那这一句话呢，请大家可以就是记一下啊，这是形容阮佑的透视悲感。然后他是从悲呢，从苦呢，就到因为有信，所以呢，会到了。从背到岸，就是有经过，因为有心，就会变成岸。好，不能讲太多。好，再来，我来讲一下那个翘跟塔罗牌。塔罗牌知道吗？哈，就78个张塔罗牌，然后呢，它是分成大吉拿跟小吉拿，大吉拿是22张，这个也是对。然后小吉拿是有火、水、风、土啊，四个箱嘛，分成四个箱。那这个结构都可以这跟敲啊，就是做一个对比啊。哦，塔罗牌呢这里讲了，那越南有个补敲，所以塔罗牌其实是西方人用来算命的。为什么可以算命？是因为它可以概括了人生，对不对啊？我这边比较迷上，以前有补那个易经，要补易的，所以比较喜欢塔罗牌。虽然塔罗牌在越南非常的陌生哈。那第一张呢就是零，那这张是 The Fool 嘛，那它是 The White Rose of Innocence， 就是天真的白玫瑰。那它呢，你看哦，它是一个少年，然后手指一个白玫瑰肩上是行囊啊，所以就在一个行程旅程，可是呢，他前面是悬崖啊，悬崖，但是他就不知道了，所以他是 the fool 嘛，但是非常的天真无邪，他也代表一个重新性的一个路程，新的旅程。那在跳转里面，这个天真的这个角色呢，这个天真白玫瑰呢是王吹娇，所以呢，阮佑在很多去地方呢，都把王吹娇用特爱这个词，特爱在越南语就是天真的意思，来形容王吹娇哈。至少这里我列了三处。那The Fool 是吹娇呢，
因为是一个新的旅程啊，这一张呢代表新的旅程，摆在天真的人面前啊，我们的人生上面呢会遇到很多的挫折，或者是很多的旅程要结束，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旅程结束了，下一个旅程又要开始。每一次要开始新的旅程的时候，要应该回到这种天真的心灵啊，完全天真的心灵啊。好，这里讲太抽象了，反正是我们说谈恋爱好了啊，谈很多不同的情人，这个结束了，那下一个呢，我们一样还可以把我们完全的这种爱的能力就给下一个人，那就是天真这张牌的一个意义啦。那春晓也一样哈，她是妓女，她呢沦落那么多，她接触那么多男人，但是到最后呢，她怎么说呢？我的贞洁现在还有一些。那如果她不是这种天真白玫瑰的这种乡镇的话，她没办法，一个妓女可以说她还有贞洁，您可以想象吗？这种贞洁不是我们具体的贞洁，而是心灵上的这种贞洁，或者是他说我们刚说嘛，花已经残了，但是呢他的这种鲜艳呢会更堕，会更天下，然后月亮已经落了，但是现在的月亮比以前的圆月的时候还多了十分的光彩。那如果没有这种天真白玫瑰的这种心灵里面啊，我们面对每一个新的旅程都以我们原始的这种天真无邪的这种态度来面对我们新的旅程，没有这个的话那个王翠香没办法写这句话哦。合下来是俏与命运啊，因为俏的第一句嘛，就是说这个在百年之中呢，我们的命运当中呢有一个很大的争执，就是财这个字跟命这个字呢互相的嫉妒啊，这是敲撞的精神啊。所以我们这里有看到命运字，这个是一个轮子，它是一个命运之轮，那这个命运之轮呢，它也是七节之轮，它也是宇宙之轮，它也是人生之轮，反正人生也是嘛，四季也是变化嘛，它是一个轮子。那它我们知道欣赏春天春暖花开的这种美景，我们也要知道接受冬天的风雪，因为这就是四季的自轮，就是也就是人生自轮。我们人生要喜欢幸福，追求幸福，但是我们要知道要享受，要接受那个痛苦。爱情也是嘛，我们爱的，那你爱过没有痛苦过？就是不算爱，因为幸福跟痛苦是两面嘛。这个听起来我们东方人听起来非常的熟悉嘛哈。那这个也是这一张牌，俏和相似之仇这个我们刚说的那句话哈，就是当那个书生呢他回到家的时候，这时候呢翠俏就被那大老婆嘛抓走了，当成那个奴隶了。哎，不对。不，他还不知道，他回来的时候其实那这个房子被烧了，然后呢他把一个无名氏放在里面，然后这个假装那个翠巧已经被烧死了，所以他伤心欲绝。那这个时候呢，他把阮佑把他的这种相似推进了姬姐的这种轮这个轮里面，个人的情感化为花的生命的循环。那我们刚说的那一句哈莲花已经残了，已经落了，谢了，那菊花呢又开啊。我的愁是长的，日子是短的，冬天变成春天，但是我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我的故人，我只能用命运的这个字来减轻我对他的思念啊。那就总之说他自己的思念，个人的思念其实被推进了司机的这个轮子。好，那还有一个是生命之轮呢，每个人的人生都随着一个神秘的轮
鹅运转的，所以那个2707去的时候他就说没有，第一次那个吹箫遇到敬重的时候呢，他回来就说是哪里的人啊，为什么要相遇，我们在这里相遇呢，在百年的这个人生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任何的缘，或者是在2707去呢，他就说巧，这个事情好巧啊，巧物，我们相遇呢也是在运转之中啊，我们人生里面遇到每一个人，他我们呢东方人就是有缘嘛，那他其实都在一个整个宇宙的一个运转之中，就是在这个轮子的运转之中。好，就是这张牌，我想最后一张了，它是事件性跟宇宙，这是大吉男的第21，好，21张是 the world， 那世界嘛，世界在那个这里面是什么呢，它是代表一个裸身的女人，头戴月桂的月桂叶的那个花环，然后手指呢两个小的棍子然后在这个有奇花的这个空间里面跳舞，然后四个角呢有四个乡镇啊，这边呢是天使象征的性灵的权威，这边是老鹰象征的全景的视野，然后这里是狮子是智慧啊，斗牛是那个力量，那这个是世界，是一个它很像是一个凯旋门，我们呢经过这个凯旋门呢就人进入了跳舞的状态，然后就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跳舞就是我们自己创造自己的世界，我们用心，我们的心啊，在跳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这个世界，在这个境界里面我们欢庆了自己的成就。来，我只能讲到这边，没时间，这个塔罗牌的解释很多，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塔罗牌跟翘转什么关系，好，在上面就讲了，等一下，好，那我就想要更快好了。敲呢是以女人的视角来看世界宇宙，那这是有关系的哈，应该在下一章嘛，这个来不及看了，好，再瞄一下这边吧。好，在月敲里面呢，世界是一个感伟大，那我们就说在这个百年的计划当中，我们计划一个圆满的人生，所以必须呢算尽了水愿将圆，我自己犯的，不好意思，然后再来是这个站子法站呢是在虚空中抓得到的，哎，他写的语言真的很，这个法站呢吹箫就是去院子里观光嘛，所以就落在那个树枝上面，然后金钟呢是看到了，所以就翻了墙，然后把那个赞拿回来，但是他竟然说是在虚空中抓得到的，然后巧互相遇也在运转之中，已经带着这个业了，就是业障的意思了，就别责怪今天就别责今天，别怪元天，百年与人间当中，心这个字才是财这个字的三倍，然后心才是重要嘛，财不是重要的，然后我们唱诵夜短情长，我们今天唱这个敲钻呢夜短，但是我们情呢是长的，反正意思是我们唱完了我们的情感还没有断嘛，然后那也许可以拿来买换可以得起回的鼓声，以前那个 每天要有打鼓嘛，就报那个时间，好，那他就是这样说所以呢我们用心创造了世界，就是为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迷人的舞曲呢，所有的这些呢我们看了那么多的那么长厚的一本书，唱那么多页的那个翘转，只是为了快乐，反正我们人生做那么多嘛，穿那么多钱嘛，那么多努力，也是不是
追求欢乐嘛，就是啊，我不能讲太多，不好意思。好，我们看到啊，刚刚是男人啊，阮佑啊，他以一个女星的王春孝这个人的命运，15年的命运的起伏，但是呢，他不是描写一个人的命运而已，他是透过这个人的命运来呈现了实际，所以呢。俏的故事是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啊，到创造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是宇宙，但是也是心，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世界，每个人的世界的宇宙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俏也是一样嘛，她是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然后到了最后是用心了，心这个字才是踩这个字的三倍。好，可是我对不起，我还是不懂，那它跟塔罗牌是什么关系？就是说翘的塔罗牌，然后如果把翘放在塔罗牌上面，或者什么吴宗宪化身去，它是有相同的这个解释了，就塔罗牌对世界的解释，最天真的解释的相正，我们里面看到的这所有的这个嘛，这个轮啊，或者是这些嘛，都在窍里面可以看得到，是相同的，都可以看得到。啊，那我应该就要讲很多，我没办法。好，我们看胡春香啊，胡春香。好，胡春香呢是越南第二个奇女子。然后也有只有他一个，没有第二。他呢24婚姻，他24捉妾，就是小老婆，然后24呢都亡夫，然后呢他第二个先生呢死了之后呢，他就不在家了啊，可是有很多文人墨客的这种交情。好，他留下的《留香记》里面有24首汉字，28首男字，但是呢他在民间流传的事里面非常多，有154首。 OK， 那为女人呢，他为女人的才华，女人的渴望， 女人的感情，女人的智慧，女人的悲伤，女人的生命力，为女人发声，也是为他自己发声。那评价呢极高，比如说美国的John Balaban是把他的所有的47首诗翻成英文，然后称他为世界的诗人，为女菩萨啊，用英文就是用这些词。那他以女人的悲伤看世界啊，那这种悲伤，没有，他以女人的慈悲，因为女人是跟爱连在一起嘛，爱是女人的生命嘛，所以爱就是跟慈悲就很近了，以女人的慈悲看世界，所以她的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跟 Emily Dickinson 啊，或者跟那个日本的 Sei Sonagon 有很多的相思啊。好，这里就讲到这边好了。好，大家可以看到我就在活动上面就特别放了这句，她我们无法想象哈，一个女人在第19世纪啊，一个儒教社会里面啊，他对自己的生命，这不要讲，反正就是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然后其他的诗人没有，他是很善于用双关语，然后这种非常性感的双关语。好，那也是一样，跟大家为大家介绍这个 Non Foundation 里面呢，可以找到胡春香。那就有介绍，有 Spring Ascent 啊，这个翻译本，然后有，我看一下，啊，这是都有英文的。那我取的这个是用扇子，那个扇子。那我们看哦，好，它描写的是扇子，一字一句的100%的是一把扇子，但是同时呢，你也可以看到它是什么呢？是女性的。那个地方啊，所以他是我本来想说就带大家念了一首，可是呢我没办法把它放成那个像他，就是让大家可以想象的那种双关语啊，非常高级啊，越南只有他可以做这个，只有他啊，
那他写了很多，我们看这里，比如说那个，我又不能讲太多了。哦，这里吧。他说很多地方看那个，就看山嘛，也是可以把它联想到那个地方。嗯，然后它里面呢会有一首是那个描写女星，一个女星在五岁的时候，因为五岁嘛啊很热，所以这个叫什么山啊？这个画有什么？没有啊，我在讲啊。啊，在五岁的时候，因为他在自己的家，然后他很热，所以他在睡呢，他的衣服就落了，他内衣怎么就落了？好，那有一个俊子呢，他刚好呢经过，然后看到，然后这位俊子呢在干嘛呢？他站的，什么都没动，他的头脑里面在想着啊，什么孔子怎么教啊，老子怎么教啊，然后胡顺像在笑他，哎你。这个俊子呢的手呢就是被绑起来，被自己绑起来，没办法就享受这种直接的这种性感啊。好，那我们这里提了两首是不知道怎么用。这个第一首呢是这个游看寸台，那我把这个最后这个词这段那取出来，其乐就在这里啊。它是悠悠的春天呢，春天的下午，我来到这个台，这个台是在河内的西湖的旁边。这个台呢，本来是来阅兵的，是练兵的。那但是现在呢，它当成可以欣赏春天美景的时候，然后很悠哉，很平静。那它茫茫不沾染任何些许的尘埃的气息。那这里呢，其实呢，这个台也可以当是阅兵，是包立的，是战争的，但是现在是可以当成一个观景台，很平静的，表示是这个世界呢，同时也都是两面都有，都具有的。啊，不能讲太多。好，那他在这观台的时候，他看到是朝暮四季。众生呢吼的浪破浪啊，一开始看也不知道是不是不懂他在讲什么啊，现在是不是讲那个春天非常的平静吗？那为什么就变成是朝暮的四季呢？朝暮四季是什么？在讲这个是讲时间，虽然现在是看的春天非常的平静，但是我知道时间呢，时间其实是痛苦的另外一个名词，时间就代表着什么的变化的无常的，现在的平静变成痛苦，所以我看眼前的这个春天的美景，但是我似乎在这个钟声里面看到波浪的嘶吼。好，这是，然后沧桑一潭水刀天，沧桑是人生嘛，是变化嘛，然后这个沧桑可以是沧海桑田，也可以是前面的一个小的水滩而已，可是不管是多大多小，水呢都漾着那个天空，在每一个每一潭水里面，我们都看到天堂的影子。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尘埃之中，但是在这个尘埃里面，我们同时可以看到稻田，就是天堂的倒影。好，那我们取这个 Emily Dickinson 的那个 一首诗，他说呢，我走到了天堂，那是一个小村庄，然后我可以进去那个村庄里面，把自己看作同会的人，然后享受的这种荣光，他所谓的那个 unique 就是我们所谓的极乐啦啊，这是我老师翻的，因为我是自己翻啊。然后他的英文我们看到可以有点怪怪的，是因为他是十八世纪的英文啊，不是现在的。好，但总之呢，我们可以看到，
Emily Dickinson 呢看到一个小村庄里面就看到天堂，那跟那个胡春香在一个小的一潭水里面啊，这个沧桑也是人生，在每一个小在一个小潭水里面看到了天堂的影子，在每一个人的每个小人物的人生里面也同时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幸福跟喜乐。那他用的越南语是非常的性感，比如说中个小女龙这种还是一定要是懂越南语才可以感受得到这种语言的魅力哈。在越南的文坛诗坛里面没有人用越南语可以用过了他。那这个然后在啊，这我们看到是宇宙的是这样的，宇宙是同时的平静跟狂怒，那时间呢就是同时的，它在沧桑里面，沧桑就是时间嘛的变化是无常嘛，同时也看到天堂。那再来是人呢，人爱海里面，我们千爱海里面千这个这种千重就是重重的爱里面，我们很难可以把它捞得干。然后在恩怨里面，恩爱嘛，把它就做一个对比，它是万丈的，反正是千重万丈，人的爱人的恩爱是无法计数的啊，无法，它是那怎么说呢，它 无界限的，所以也不易可以把它呢，人的恩爱是满的，很难可以把它就是消减。我这个不知道是不知道用哪个字才可以得到那个意义，大概是这样子。那是人的所以它是用海跟圆都是水来说人的爱，人的这种爱情也是恩爱，也是恩爱啊。他是很喜欢用这种双关语的一个词，然后很多的种意义的。那就是像水一样啊，水是这个我们人生的源头，没有水就是没有人生，没有生活，没有活的，没有生物的，没有生的。那恩爱也是人生的源头啊，没有 love 没有爱，我们就是没有人生。然后这种爱呢，它是千重的，它是万丈的啊。好，再来，那哎，我看是有，你看有哪个对比啊？没，我们想想。好，那所以呢，很多人就问难啊，我的其乐在哪里？其乐在何处呢？他就说，其乐就在这里，然后很清清楚楚的就在这里啊。他说，其乐在此，更难了。对，我就是一翻译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Emily Dickinson 也有另外一首诗，他就说呢，我无尽的恩爱，这是一个证据，我不曾活得够，我从来没有活得够，直到我有满满的爱啊。这是，所以我们也看到他这种千重万丈的恩爱，也是跟在那个 Emily Dickinson 的诗里面有一个呼应。好，那我们在那个Say Sonagon 的这个陈朝记吧，陈朝子啊，他也有一段，这段是在167段哈，他是说呢，虽然是远，但是非常近的失误有几个，一个是极乐，第二个是船，第三个是男女，你知道吗？其乐跟男女是同时可以存在的，爱情跟其乐嘛，我们恩爱跟其乐是同时在这里。虽然我们想它很远，但是它就在这里，它就在这里，它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其乐。然后这个从净土跟尘埃来来回回的，就是胡春香的一个科技吧。他常常就是这样来回，然后他的那个视野呢，我们看那首诗里面嘛，他的视野是东的，他眼前是很美的很平静的春天，但是他在看这个春天在他东的那个状态，所以他才可以
听得到，波浪在吼着，他才可以看得到水到天，就是看到天堂的影子。他是那个胡春县的一个非常跟人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他完全是看事件，看任何的事件都在动的状态，所以他同时呢可以在金土跟娑婆世界就是来来回回。然后他认为呢，我们看水稻田的这个表象哈，这个形象，它就是不是娑婆世界是极乐的影子，不是，而是呢它是混在，它是同时的，它是夹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常的生活里面，就在这里，时间呢就在现在，地点呢是在这里，空间在这里，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创造了我们的极乐啊，在这个极乐呢就在这里呢，就现在呢，好像是大家非常的熟悉嘛，因为我们是学禅宗跟佛的，所以我不想太多啊，只是说这种极乐在这里呢，在越南是非常的前面有讲嘛，十四世纪之前我们是禅宗是国教，所以呢禅老田是禅师呢，他也有就是那样的一句，我是举一句而已，非常的多哈。越南的禅师是呢，禅师所写的禅师也是评价极高的。那我们只需要今天现在的那个日月，不需要认识到以前旧的那个春秋。所以这意思是什么呢？现在是最重要的，以前跟往后都不重要。或者是我们看到在那个 Alice 的 Wonderland 里面嘛，那个白色皇后，她有一个规定，她跟 Alice 说，哎，我的规定是什么呢？我现在有明天的密切跟昨天的密切，但是从来不能给你今天的密切。他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在取笑我们一半的人对幸福、对其乐的这种。我们是常常是什么呢？准备而活，而不是真正的活啊，都准备未来的，害怕过去的，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活过。所以他是用这个呢来取笑。他意思是，我们可以换句话讲，就是说我可以跟你承诺，会给你昨天的其乐跟明天的喜乐，但是无法给你今天的喜乐。因为这种今天的喜乐呢，要你自己来创造的，要自己活的，你渴了要自己喝的，你渴望的喜乐的幸福，你要自己创造出来的，没有人可以帮忙哈。他或者是春香，他就说喜乐呢是在就在今天，就是现在，就在这里，我就是创造我自己喜乐的那个主人。那就越南歌谣里面呢也非常有多的这些我快讲完了。好啊，比如歌谣里面有一句呢，人男爱把这干爱是老毛爱爱做男，他是说呢，在深夜里面呢，我躺着然后听夜路的声音，推着时更，打错了，时间的时啊，就是听的那意思是什么呢？我听夜路嘛，因为他去鸣石的时候，他敲的那声音，我知道时间已经一更的过去了，夜越来越深了。那我还在听到什么呢？我听到和尚在敲那个钟，我还听到什么呢？我听到男人在哄女人。好，那我们有三重声音，第二声音是天然的声音。第二种声音是心灵的声音，然后第三种声音，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是人生的声音啊，是城市的声音，是世间的声音，也是他这个民间的作者认为最珍贵的声音，最现实的声音啊，就是要珍惜这个。好，不好意思，好，我们最后一页了啊。那刚刚是那个那一首是汉字，那这是没有南字，现在就是汉字。那这一首呢，也他讲了春香的另外一个面向哈，他是讲红颜的这种情感。春香里面呢，会他不是讲述自己而已，他讲述了
红眼，反正是女人嘛的情感和命运。然后我本来是想把这一个部分呢，它是可以跟朝鲜士人黄正一做一个很长的对比，可是就发现因为太多了，所以现在就剪到这里哈。那大概我们可以看到红眼的身上似乎是情魔，他说的情魔更愁病争执的最适合的地方，因为爱情是女人的生命嘛，女人没有爱情就无法活着，然后但是呢爱情呢情魔嘛跟愁病，然后情跟愁是一起的啊。如果你在恋爱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痛苦过，哎，那不算是谈过了啊。好，但是春相他在他的成他上面似乎呢又是爱情的一个海角，所以他说他上平分海角情。哎，海角情是什么情呢？用海角来形容爱情，那是一个平静的情感吗？美吗？海当然美吗？是平静吗？有的时候，但是它也是隐藏着那个大风大浪的啊，就是这种爱情啊，不能讲太多。所以对春相来讲呢，红颜就是爱情，人生呢就是其乐。然后他呢从娑婆世界尘埃世界到了净土，到了其乐来去自如，他不是悟了其乐然后忘了这个尘埃，对他来说呢爱情跟其乐都是可以在一起的，可以在一起的，是同时的，是水到天的，是同时在现在啊，在这个时刻，在这个空间，在他的身上同时体现的。好，不好意思讲太多了，就啊，其实他还有很多。那我们今天都可以看到，从两个嘛，两个越南的很非常有名的士人啊，一个是阮攸，是一个男星，然后他是以女人的身份、女人的命运、女人的人生故事来看这个世界。然后另外胡春香呢，他是唱颂了红颜的生命的爱情，对爱情的渴望，对世界的了解和觉悟啊，就这是两个面向哈。那其实呢，越南的大家都可以看到，越南文学里面的女性的这个分量哈，非常的重。我刚刚列的那些作品哈，其实都是越南古典文学的 top， 都是第一、第二。那其他的然后里面呢都跟女人有关，男作者呢虽然都是男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用女性的角色来谈这个世界，来谈他自己的心情。好，那先到这里，不好意思，啊，每次都讲了太多。好，那个谢谢粉，有没有谁有？我要拍手，要拍手。好，那个你在研究看有没有变短一点的版本。不过上次讲那个翘传讲了三个多钟头，是下午在那里讲的。不过那我就听得很清楚了。今天它是简短版，可能我猜有一些人还没有搞得很懂。那来吧，有没有人要提问？想问，就刚刚有说，男诗人都会写用女生当主题，然后那时候好像有要讲为什么，然后之后就没讲。为什么他们要用女生当主题？有讲啊。再讲一次。这个没有，我懂，他就是就这个呢，我也是这次准备呢。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刚好有看一篇研究呢，也有一个人就是把它提出来，但是我们我看的资料还没办法就是很明确的就是告诉你理解为什么，就是现在就是记录有这个现象啊。那因为我现在如果任何的理解一定会遇到那个男性的那一边的反击，所以我呢就
但是我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越南的文化里面，女性的这个成分呢是显然的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呢她自然而然就是进入了文学，因为文学是人生的一个另类的一个反射嘛。那这种现象呢，我们在比如说最接近的是中国的文学，我们了解最多的中国文学就比较少看到这个。那男性呢，如果是写女性的话，也是以男性的观点来写，而不是化身为一个女人，然后在作品里面化身为一个贡女，化身为一个正妇啊，来讲述女人的在这个情况的种种心理的情感跟心声。啊，在是越南是比较特殊的。那你觉得为什么呢？我应该要继续研究，有一些设想，但是也不敢那个断定，因为会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反击。那我们可以关掉直播啊。啊，没关系。好。哎，有没有谁要传？没有。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方式，就是把麦克风传下去，好，然后拿。可能就会觉得，为什么不，就好像必须要一直跟中国比较，或是被中国或台湾的选择去评论，为什么不能就留在越南，然后就为什么必须要跟这些评论抗衡？就我们自己评论。我为什么要谈越南古典文学要挂上那个中国的？没有谈胡顺现在没有啊，胡顺现在是没有，但是阮幼儿谈是因为只有在台湾或中国才需要做这个，在我们在越南的，我其实我知道翘了那么多年呢，从那个我妈讲给我听，然后再来是上学嘛，我从来没有管那个端茶，那个金云敲山是什么东西，就是有听过，可是不会觉得把它当成一回事。那直到呢来台湾之后呢，就很多人就是问我说，哎，你们的那个敲山不是学我们的金云敲山吗？那为什么你们就把它当成自己的国宝？就很，我的教授是问我这个问题，那才有。我有去准备上一次的那个演讲，本来是在学校讲过一次，然后再参加讲过一次，是因为这个是很多中文界的人没无法了解的。端茶啊，没有，那《清明孝善》是明明是一个中国的小说，那越南现在只是中国认为越南是把它翻译成越南文，但是越南人竟然把这个翻译本当成越南的国宝，那是中国人无法理解的。那我们从来不把它当成一个翻译本，因为我们就不管那个原著嘛。那刚刚说之所以呢就做那么多的分析，也是因为要讲给台湾人听，我们自己越南人这段不重要。哎，好，会化身成女性然后来写东西，可是像在西方，像珍奥普斯他们在出版的时候，他都会以就是他会假装成他是一个男性来做出版。那越南文学在这方面这样子的现象，您刚说的那个现象是什么时候？第十世纪啊？应该是十九，他越南呢完全没有这种假装的，就是要以男性的名义来出版的，依我所知是没有。嗯，所以在越南的话，男性跟女性的受教程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吗？不太清楚。所以在越南的男性跟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差不多。古代嘛，哈，是不同的社教领域，不同的，因为还是男性认为他们自己拥有读书的这种特权，所以还是比较少女生可以读书啊。
我们少的几个而已。那女性一般的女性的社交活动是在小市场做小生意啊，所以他们的创作呢就会在那个童谣民间文学比较多啊。那有剧名的那大概有几位而已，不多，但是有具体的写是他们的诗，不会有需要假名的这个现象。想请问，就是为什么会来台湾就读政治大学中文系？这是个误打误撞的。然后本来是在选中文之前，我是选英文，因为一度想要是去那个欧美西方国家读书嘛。那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来台湾工作啊，两个月，然后就问校长说：“哎，就是问而已，可不可以给我那个奖学金？”然后呢，就那校长就说啊，可以啊，你就来啊。然后我们越南人可以出国念书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十年前呢，就是有这个机会就赶快先出去嘛，先那个来台湾学啊。那一缘就从那天开始。那为什么学中文系呢？我在越南是学，我念的是越南语文学系，所以等于是台湾的中文系。那在越南没有像台湾那么开放，我来台湾才知道啊，你大学念这个科系啊，然后你到研究所可以念完全不同的科系都没有关系，但越南到现在还是不行啊。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啊，反正就要念文学嘛，那文学就有中文嘛，所以就念中文啊。但是台湾也有个好，就是反正你念中文系，但是你写什么你研究什么都可以，那是比越南太好了。就是越南，如果你学越南，就是越南的越南系，你就要学越南的东西。我大学学越南文学，那我上了研究所一定要学文学，那凡是越南文学叫外国文学就也好，或者是文学教学方式也好，一定要跟文学有关，这就不能跳脱的。但台湾就是就是都可以转系嘛，转到只要理工科转给人文，然后转回来也都可以，所以我就非常欣赏这个。但是知道的太迟了，所以我其实现在是比较偏向民族学。好，请问那个有没有黄正一跟黄正一比较的 PPT 还是？我有越南文，还没讲过，所以没有 PPT。有越南文的文章，嗯。你说胡春香跟黄正一那个朝鲜的名记。你刚第一个问的时候，我就很。那这样的话，你们有跟你们周遭其他国家文学有做过比较吗？跟其他国家，你们除了中国之外，你们越南有跟旁边的那些国家做过比较吗？有，像我们有比较文学啊，所以有相同的地方都会做比较啊，就跟日本有嘛，跟朝鲜有，跟西方都有嘛，但是有相同的时候才跟比较。我说你们旁边的那些国家，旁边呢其实。你要看是哪一个民族的啊？我是金族人，我们是写这种是金族人的文学，金族人的文学是跟中国的比较相近，可以比较。那如果是藏族人的文学呢？因为它是印度教嘛，所以呢，你可以跟那个柬埔寨比较啊。那如果是哪一族忘了 ，Rockley 族的文学呢？其实是跟马来西亚族比较。因为它是借马来西亚的回教的史诗来用的，所以要适当才能比较嘛。所以如果它是完全不一样，是没办法。你好，想要问一下，就是你刚刚在最后面有提到说，爱情跟极乐是可以同时体现的。那我想要有点好奇，就是说极乐的话，刚刚是提到它是有点像净土的概念，那它是不是一个比较开悟者的角度？那为什么爱情跟这个极乐跟开悟的是可以
是说像在一个平行世界上面吗？就您的观点来看，谢谢。不是我的观点，是胡春夏的观点哈，但是也可以为他就是做一些解释，就是反正我们每个人都会谈恋爱，但是在恋爱当中我们也需要觉悟，然后这种爱呢不只是男女之间的爱，对父母的爱，对子女的爱都需要觉悟嘛，所以它有意味着这个。那如果你在恋爱当中沉沦于拥有与不拥有的嫉妒的，那就算没办法得到恋爱里面的其乐啊的平静啊，那应该我为他解读啦，不是我自己。对，谢谢。一个心得，然后一个问题后。心得就是说，这个翘传好像跟那个日本的那个，就像我们现在台湾讲朱子学，没有人会想到它是华人的东西哦。它比较像朱子学的话，人家就想到它是韩国或是日本的东西哦。所以翘传大概也有这样子的意涵在里面嘛。可以再讲一遍吗？不太懂。就是我的心得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朱子是华人，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加成朱子学的话，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一个朝鲜或者是日本的。的一个学问嘛，那所以说，那你们怎么要去再去构造说这个翘传？哎，它是一个越南的，这个你们在论述方面可能还要再加强，因为一个是诗，一个是小说。翘传是越南是完全毋庸置疑啊，因为在用越南语来创作啊。那我说在论述方面，我就不会有像你说你到政大，可能老师就说这是我们的东西。那我前面有做比较啊，你看到那么多的。我只是说在论述方面的话，可能要。所以你指的是论述的哪一个方面？就是指说它是诗的这方面，因为很多，或者它是韵体这方面，韵文这方面可能要多，对，就是多。或者是说，对，就前面这部分可能要多应该多宣传，或者应该是这样，又这样说可能会比较好。那就好，那倩影您可以就是去看我们的以前的上一场的那活动的影片，因为今天时间没办法那么详细的讲。那我呢就会按照我有在形式啊，比如在叙事嘛。原著呢，中国的，反正讲中国跟越南的，中国的呢是叙事的，那这边是用韵文的，但是呢用韵文，但是它同时还是叙述这一个故事嘛，它不是一般的事嘛，它是用韵文来叙事就对了。那我有做那个比较，对，因为你用翘传这个传的话。在汉文的直接的表现，它会变成说，我们会理解成它是一个传奇，或者是唐代传奇，或者是元曲这种概念。对对对，我只是说这文字方面这个，对对对。那人家写好了又不能改哦。没有啊，为什么？翘传是我，它是它的名词啊，你看到吗？翘传嘛，对啊。那我建议你一个，就是啊。你可以先把自己挑出来，挑开那个中国文学的这个障碍，来直接认识越南文学，那您就不会有刚刚这个问题了。像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的敲战就丢嘛，我完全不管在中国你是讲什么，然后我们也不管那个人物是在钱塘江，也不是在越南台州，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地点，我们关心的是。我们关心的是它里面的故事的人物的内心的那这种描写，然后它背后的那种哲学，这是我们所关心的。那真的都是文学的东西啊，那就是建议您跟这个先跳开，然后不要一开始就把那个气名教绑在那个。翘战上面，那你就比较容易，不会有那样的问题，但是很难吧？好，谢谢。那另外我想问的是说，那你应该会懂汉南
南字是你的专长吗？那跟篆文的方块字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比较，或是篆文的文学？先说语言学不是我的兴趣，所以我知道，但是不会去钻研。那但是呢，这种方块字呢，在越南至少有三种，一个是南字嘛，这是靖族人的南字，另外有傣族人的南字，还有侬族人的南字，也是方块字的，就是这种字的。所以您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参考那一方面的研究，非常多人研究。嗯，那我对语言学没有，文字学没有兴趣。所以 越南有三种这种像汉南字这种。对对，另外还有傣族人跟弄傣弄台农族人，对吧？哎，等一下。对啊，是农族啊。对，还有傣族人，那资料蛮多的。壮族人。壮族跟农是一样的啦。同一个族啊，是不同的名称而已。好，谢谢。好。延续刚才的话题，其实我会想到，就是在台湾的传统文化，或者是就是所谓的台湾文学里头，其实好像我也有想到一些跟就是越南的翘篆这样子一些类似的东西。像其实台湾现在的族群组成有相当大成分是汉人，或者是说是文化上的汉人啊，因为血统上到底是占多少人，就是人数那样子。但至少在文化上头就是属于汉人文化比较多，可是其实在台湾的很多汉文化的东西经过几百年之后，也有很多跟中国那边所谓的汉文化其实不一样。像是台湾很盛行的最盛行的宗教信仰其实是妈祖，但台湾的妈祖其实跟福建那边的妈祖是不一样。台湾的妈祖是圣母，天上圣母，福建那一带沿海的妈祖还是中国传说里头的一个少女啊，所以就会变成，对啊，就是现在福建你看到如果是做成那个就是天后宫，做成那个成年妇女模样的那个妈祖的话，其实那都是倒过来从台湾这边再传回去的这些货。所以其实妈祖的形象从中国东南省份到台湾中间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变迁。那当然如果是比较就是还是那种中原汉文化中心思想，就是说你们台湾的妈祖还不是中国过去，可是其实台湾这边就觉得有莫名其妙，就我们的妈祖是我们的妈祖，其实也不是你的妈祖，虽然进香的时候还是会好像过去这样子就表示友善的，就是两边的妈祖往来一下那样。但是其实台湾这边的很多东西就是它可能源流的时候是从中国，就是在不同年代从中国那边传过来，可是其实在台湾这边已经有了自己的改变，自己的新的地方的想法跟一些风俗的混入。对，所以台湾的妈祖、台湾的庙宇那个什么习俗有很多，其实就我们自己还会觉得那是汉文化，可是其实某个程度上它是台湾的汉文化。那对，我只是想要分享一下，说我想到说很多人可能还会觉得越南的桥段是中国的金银桥这样过去，可是其实那不是中国的金银桥啊，对啊，就已经是就是在越南自己所发展出来的新的诗。而且像刚刚在传那本桥段，我翻开来看啊，就一看之下看到方块字，然后还是用书法写的，就觉得哦，这看起来很眼熟，中国书法，仔细一看根本看不懂，就完全连看着旁边的拼音试着想要对。就有些汉字好像觉得是认得的，然后可以找到它相对的拼音字，可是有些字就是难字，根本就不晓得它是什么意思，而且连在一起都发现都只能用猜的，而且猜得非常勉强。那显然已经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是属于一个一种新的那个载体在使用了。就好像我们现在不会觉得日文。对，就看到好多汉字，然后就是大家都好喜欢去日本玩，因为看汉字猜招牌这样子。可是其实很多时候会猜错啊，因为那已经是另外一种语言啊，应该这么说。哦，所以在不同的语言，像刚刚袁老师讲到说的越南文是一种很性感的语言，其实我听您在念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所谓那个很性感的意思，跟依稀，虽然我的揣摩未必正确啊，但是依稀可以感受到一些，所以就其实这不算问题啊，我觉得这是我今天听了之后的一些心得的分享，这样。好，谢谢。
好，谢谢。好，我突然想到你，就是二位共同的问题，就是越南男子的研究。我可以查一下政大的硕士的，有一个台湾人写的男子的硕士论文，很不错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网络上可以索取，那是政大的民族系的硕士，我忘了他的什么名字。好，那写的不错。那您刚刚说的，就跟你就是提供一个，我们说的天后嘛，在越南呢，他就变成了财神。真的所以呢，同一个吗？同一个，同一个，一样天后宫。OK， 所以他呢，所以但您这一脉络可以是坠到那个华人移民的这一条。那越南呢，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也有华人移民过来，那会分很多，我们有明县人，有清人嘛，然后更早的是唐人吧，有。可是呢，甚至他们可以帮当了我们的那个皇帝之类的，可是他们自己呢又跟中国对抗，所以可见当时候他们不认为他们是汉族啊。所以越南如果你一定要先退这个移民的话，会退到更早啊，比台湾更早。第二呢，我们有自己的语言，然后我们用像以前说嘛，敲钻还存在呢，就是我们语言还存在，我们语言存在就是我们国家存在。那越南可以独立于中国，就是我们的语言还保留着，那很多白越的民族啊都没有了，都没有保留自己的语言了，就是被汉化了，被变成那个汉族了啊。那所以越南的是不同层级的，跟中国有文化的交流，汉文化的交流是没错，这个是不可那个否定的。但是同时呢，你也要，我希望大家呢就看到越从宗教也好，文学也好，那历史也好，看到越南本土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在哪里。好，不要就是每次台湾的去越南回来都跟我说，跟台湾很像啊，都没差啊。我真的无言。我有一个就是题外话，有一个人住，他是管台湾的经贸的，在越南就负责台湾的经贸的，所以常住越南，所以我的因为工作关系常跟他交流。我有看到一天他po在那个脸书上面是，我今天看了去这个市场，这地方的市场看起来很像台湾的，我自己看一点都不像台湾。那就是说台湾人就是会有这种中国文化的汉文化的那种障碍，所以不管你去越南去过的没去过的，你看越南的文学宗教呢历史呢，都没办法看到真实的越南，都看到你所认为的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所以您只看到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这一块啊，您就是很无形中的忽略的我们越南本土精神的这一块。越南之所以可以是单独这个国家，之所以可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文学，就是本土的这个因素。但是中国人学者也好，平民百姓更是完全，学者应该是不想看到，那平民百姓呢是看不到。好，谢谢。一个塔罗的部分，可能很多人会有一样的疑问，包括张震大哥，就是因为刚才只看你的简报，好像只是塔罗跟撬转有刚好有一样的地方，但是因为撬转本来就是很长篇，然后塔罗它也涵盖很多东西，那好像有一样的东西是很刚好的。因为我今天只取了三张，那其实呢，我老师的文章里面大吉南的22章都有。那连那个小吉南的，反正78章都可以把它一一的列出来。那今天呢，只列了3章。我觉得是我不懂，那我以为是一种游戏，不是？没有。所以你说塔罗是不是游戏啊？塔罗不是抽出来算命那样子？但是算命啊，但是塔罗很多人知道，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算，是因为你抽出来的，你要懂得解那个牌嘛。因为它里面塔罗不是一张牌，它里面有文学有哲学，所以其实
有思想在里面，所以才可以拿来算命嘛，像易经一样啊。易经其实是啊，不，这个不能乱的，其实是就是解释这个世界怎么运转嘛。那塔罗也是嘛，那敲算也是、啊，所以是就是你那个敲算的那个占卜，类似那样子。对。我最近比较喜欢塔罗，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解啦，要会解的，我不会解。我的疑问是说，你是不是说就是拿翘篆，比如说你像你上次讲，就翻到哪一页，看到哪个句子，然后就用这个句子来解释，是这个意思吗？就像塔罗抽到哪一张，然后就找一个会解的人来解这个。塔罗是要抽五张。我不知道，反正五张了，反正一样，它就是用来算命就对了。对，然后它刚好呢，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那啊，没办法，是语言的障碍，我只能有越南文的版本，不然就是很哎，网络上的都可以打那个敲算跟塔罗，就可以看得到。嗯，这样听起来感觉只是。